枪不可以跳过那个身体那个冷硬圈。就好像刚才讲了，要盆骨后面那枪柄要跳过那个皮带，还有那个皮带多带，还有去定。The belt should be 1¾ width, 1¾英寸宽 ，and must be sufficient strength and stiffness to hold the holster, 就是比较坚固一点，可以放到那个枪那个枪托。再来那个 magazine pouch， 就是那个弹夹，也要放到那个枪袋上面。好，放好了以后还剩几个，那个骨头在这里，在枪袋在后面。还有 other related equipment， 还有其他那个要求。他说。A shooter should be 45, 那等四五 will require three magazine, 最少三个弹夹，因为那个等四五是七发的。不过参加了就是你十发那个弹夹，参加那个 Ipsen 这个比赛，最少是四个，最好有六个弹夹。还有另外有那些要求要看看了。弹夹是很重要，很多时候那个枪什么卡弹呢、啊？我要办机动枪，就是那弹夹，弹夹就那个有些时候有那个损破就卡弹了。那他说 ，check to see that the fitting lips are not cracked， 没有破了，那个弹夹那个嘴没有破，而且是干净才可以用。好，一般也可以用那个卷轮枪。你这是已经叫了左轮来用，那个跟那个半径也是一样，在那个骨头后面放了弹夹。这里有讲什么东西你要用 ？When going out to practice, other items may aid in training of the shooter， 那个帮你训练好一点呢？有什么呢？就是那个拔啦，那个 tape 那个胶贴，贴那个挡洞 ，target stand 那个拔那个架子 ，stable gun 那个定速机，那 chronograph 那个掐出那个气 ，timer 计算那个时间那个气 ，practice record book 就是有个表来记得你打得怎么样。当然呢，还有那个枪啦、啊，那个枪袋啦、啊，那就全都要了。如果这个开启的时候，你不想买那么多，通常你就是几个朋友一块来玩呢、啊，就是几个人分开来买，也分开来拿到靶枪，就好玩一点。再来是 page 34 ，safe carry of pistol behind the line， 就是那个拿枪在那个射击线后面。这里很重要。他说 ，When transporting the pistol behind the line, the gun should be in a unloaded in safe condition and holstered。就是那个枪一定要没有弹，而且要放在那个枪袋里面，你不可拿枪出来。另外 ，use of pistol on the line， 那个射击线那个用枪的时候，也讲 ，the shooters must be safe。At the reasonable speed used in practical pistol, if the shooter were not taught proficiency at speed, along with the safety rule, when he start to speed up, he could have problem. 这个就是要快，不过要安全。所以开启的时候就是 reasonable speed， 就是不要太快，就是安全。然后。往后你就控制枪没有问题了，就可以快一点了。因为每个人开始也是慢慢的，那个孩子，baby 开始那个学那个走路也是一样。另外一个 ，the shooter should know that as an accidental discharge AD 就是 AD， 就是着火
will put him on the sideline for the rest of the day. 就是你那个枪在靶场，如果你不是击掉那个靶，就是走火，就是那一天就不可以打枪了。And more than one accidental discharge could result in a suspension for one or more seasons. Sorry, sessions. 就是如果超过一个走火，就可能那个进一个比赛也不可以了，有些比赛是两天了。Or permanently, depending on the circumstances, 可能那个永远也不可以再打枪，再要上学啊那些了，就要看那个环境，就要情况一定。你要去上学训练呢、啊、？If the instructor feel that the shooter is not paying enough attention to safety， 如果那个教练觉得那个学生对那个安全不太注意 ，or cannot cope， 给那个跟不上 ，or has the wrong attitude about safety， 对那个安全那个不注意 ，he should take the student out of the course。那么那个教练有权，那个要那个学生那离开，不要再上了，因为对他对其他人也危险。这个练学的时候跟比赛也差不多。他说 ，under the supervision of a range officer， 那靶场负责人 ，or instructor， 就是靶场负责人跟那个 instructor， 那个战士上说可以 load and make ready， 那个就是上弹才可以上弹。这里 ，after loading， making ready and holstering， 这拿枪出来。上了膛，上了膛以后就要放到枪的里面，放到枪的以后 ，do not unholster again unless given a signal to commence firing or other range command。那个因为三枪里的枪是有弹的，你这三枪不可拿出来，什么时候可以拿出来？就是那个 range officer 叫你拿出来，有些时候就是有那个讯号，好像比赛时候 beep 那个声音才可以拿出来，你要听他那个指令。不可随便拿出来。好了，用枪的时候，不管是什么环境，直接讲 ，holstering 拿枪出来啦，用枪急救拔啦，那个什么环境，拿枪最多也是大概45度举在地上，那走火那个跳弹就往前跳。他说 ，At no time should the muzzle be allowed to come fully done。任何情况以上，那个枪嘴也不可以朝着地上，朝着地上很容易打到你自己那个腿。另外就是打到地上，那个弹打破了，也打伤几个人那个腿。When unholstered， 就是拿枪出来的时候 ，the muzzle 那个枪嘴 must remain pointing downrange， 枪嘴要指向靶向上方。When shooting， loading or unloading。射击时的时候，散弹的时候，退弹的时候 ，standing inactive， 站起来，那个不叫走，不叫走，那不叫跑动的时候，跑动 moving during the medical action， 就是另外一些动作，全部那个枪嘴也要系在安全方上。好，那个 range command， 那个靶场那个口令。要注意 ，note that the commands are in English anywhere in the world。我们加拿大也好一点呢，我们用那个英语，那个口令是用英语的，不管你在哪里，全世界也是一样。德国人参加这些比赛，他们在德国打那个比赛也是用英语的，所以每个人也要懂了。好，几个基本口令 ，the range is hot， 就是那个。可以上，这是危险了，你要小心，要注意了。Range is hot。再来，这个口令就是 shooters to the line， 就是你要打枪的那个同学，那个几个人就要闪到那个射击线那里。如果你现在闪到到了弹夹里，听到 shooters to the line， 你又要出去了。
好，你站在那个射击线，你听到了个吼令，因为我们讲过了，没有吼令你不可以拿枪出来。你听到 low and make ready 的时候，你在枪台拿枪出来。上了弹以后放到枪台里面，好了，这个好了，现在你准备拔枪出来了，那个 range officer 靶枪副教练也可能问你 are you ready。 好了，如果这个时候你还没有准备好，你那个眼镜戴得不好，你可以给他哦 no， 然后呢弄好那个眼镜以后，他底下看到他也问你 are you ready。如果你没有出心，他就放那个命，就是 stand by， 就是准备了。再来就是不同那个口令，那个 whistle 吹了哨子 ，or other signal。现在我们通常用那个用电动那个 beep 那个声音，那 beep 你就把枪出来了。好了，打完了以后。全都打完了，剩下停了，你站着不动，他就问你 ，If you're finished, I know and so clear。好，如果这个时候你觉得还有一个靶打得不好，你还可以打枪。好，如果你就这里打完了，你就跟他这个口令，就拿开罗克斯半自动，就先退了弹夹，退完了弹夹以后开膛。开膛以后要卡起那个膛，让他看，他会讲，他真的要看了。gun clear 就是那个枪就没有弹了。像这个时候你要放那个挖膛武器 ，hammer down 这个剩下你要 dry fire， 你要扣扳机，你不可以慢慢放那个机头，这个对枪不太好，不过也没办法，安全最重要。你要瞧着把它靶墙下方。你可以瞄准那个靶机来扣那个空枪 ，and holster， 那几个就是 guns clear， hammer down， and holster， 你就做几个动作以后就放到那个枪台里面。好了，放完了以后，他就讲 the line is clear， 就是那个射击线是安全的。这个时候。有些人呢不给你剪那个弹夹了，有些剪那个弹壳了也可以做了。如果没有那个口令 ，the range is clear， 不可以军上来，因为走坡的时候，可能要跳弹打到你头。接着还有另外一些口令可能用，这是什么口令？好像几个，一般。Have you read and do you understand the cause of fire？ 有些时候我们不会讲那么多了，就是讲 ，Do you understand the cause of fire？ 如果你不懂，你就是 No， 他会再讲一趟给你听。叫 cease fire， 就是他有些时候啦，有你违规，他也可以叫 cease fire。有些时候不是你违规，我们常常看到在靶墙。有的时候你打了几枪以后，那个靶墙副教练看到有一个靶，他还有洞，就是没有人将那个洞贴起来，他会大声叫 cease fire， 你就停下来。因为每一趟打枪，打完了枪要宣完了要将那个洞贴起来，让三个人来打，有些时候就忘记了。10 hold the line。Hold the line 就是要停在那个射击线那里，不可以动。好了，刚才讲就是，好了，他看到你打了几枪，可能有些时候就是你还没有打，枪响发生，上了弹，放到枪台里面，你想开始打的时候，他看到那个靶子，有些那个贴牌了，倒下来，那风吹倒下来了，他要找另外一个人。来弄起那个铁板，那么这个时候你有弹在枪里面了，他就是 hold the line， 就是你站起来不可以动。这个很多时候了，因为要让靶墙下方的人也觉得安全，他可能那个靶墙负责人可能要求你将那个手放在头顶上面，就肯定你不可以碰枪。
Stand easy， 就是站起来，两个手随在身旁，就是比较轻松一点。Clock, knock and holster， 就是上膛，那上扳机，那个机头放在那个枪胆里面。15 holster 放在枪胆。16 reload 再加上散弹。好 ，the basic skill 那基本那个用枪的那个方法。好，这个底下我们看到图片，看完了图片以后，我就做一个示范。好，第一个就是 low and make ready。中文就是散弹跟准备。好，你听到这个就是白枪出来。通常呢，我们要因为那个钢线不同，很多时候我们白枪的时候就要看看那个，可以看看那个准心，看那靶子怎么样。利用这个时候多看那个靶一趟，然后跟那个枪决呀，几下安全放上啦。然后 insert a full magazine with the weak hand， 用那个右手来插那个弹夹到里面，那个手脚就锁起来，就枪射射准。好了，然后散弹，要的时候不要哭，就拉那个膛，拉完膛以后要他自己充上气来散弹。上完了膛以后，退了这个弹夹出来，每一趟开启的时候，要用最多那个弹在枪上面，可是上下这个弹呢，比如它是七发弹夹，上了一发以后就有六发，就拿着这六发那个弹夹，如果你有多弹夹就不用再加了，就找一个七发弹夹就放到枪里面，上下这个枪开启的时候有七发了。好了，散了以后就闪起那个安全剂，放到那个枪胆里面，全部就那个歌琴手指不可以让人家看到在扳机碗里面。好，这里有 dangerous loading， 这个底下有时间我做给你看，做起来容易一点。他说 there are occasions when shooters may have such a finely tuned pistol， 有些玩具呢，那个射手有些枪他调得很好， that he will have to hold back on the trigger during the above loading sequence， 他可能要后期扳机才可以散弹。不过这个上次我们不要讲了，看到那个完整才做，也是违规。Do not allow student to insert the magazine into the gun while it is holstered。再这样放那个弹夹是不可以。这里，好，这个为什么不可以？就是这样放了弹夹了，可是放的不好了，它没有扣死。等一下打的时候，那个打结就掉出来。另外还有那个危险，就是他推的时候，那个枪会掉到地上，有那个着火那个可能。这里讲 ，Each time the shooter comes on the line and is asked to load and make ready， 每一趟那个射手在来射击线的时候，如果他听到 load and make ready，he must load to full capacity， 他就上门那个打。The instructor should stress that this should be a habit
那个教练要跟他讲，这是一个习惯。No matter how many shots are required to this exercise，就不管你开始要打多少发，一定要将最多的，因为这个是训练用枪来拼命的。你如果你拼命，就是少一发就是没命了。还有那个口令，刚才也讲过，Are you ready？没问题了，他就讲 Stand by，beep，那么你就拿枪出来打了。打完了以后，他就你不可以直接 no，你要听他那个命令才可以 no。他说 no is so clear，你要霰弹夹退弹，好像你霰弹夹退弹，这个方法现在不用了，跟刚才一样用了匕首来退。等一下我示范给你看。这个做完了，那个口令 unknown so key，刚才讲就退档，退了档以后，他又检查了，还有另一个口令，我们主要是时候讲个，在全世界也是用那个英语，所以你也要懂得这个英语。他说，gun key 就是那个枪没弹了，hammer down 就是放在那个钢锤，holster 就是放在枪袋里面。应该就是，guns here, hammer down, holster。这个时候，你刚才那个枪膛开起来，让它检查，你就可以拉那个膛，用那个膛关起来。关起来以后，就要瞧住那个靶子，那个安全方向扣扳机。如果这个时候里面还有一发，它也打掉这一发，然后才可以放到那个枪袋里面。他这里讲就是，这个很注意哦，很注重就是，你刚才放了装锤，不是慢慢放就装锤，就是好像打枪一样，来扣扳机，如果还有一发，不知道因为什么原因跑到枪膛里面，拿一发也打到，那么那个枪就最安全了。那再来这里就是说，stress to the shooters that he should not use the slide release，就是那个蛙膛锁来放那个蛙膛，因为那个蛙膛如果没有弹在那个弹夹里面，他自己跑进弯膛了，弯得多，那个对了枪不太好。另外就是操作的时候，我们有个时候用了夹弹 dummy。Also, dummy round have to be used with care. A second instructor should be seen to check out these rounds along with the initial instructors. 他说，如果有那个假弹来用，就是要有多一个教练来检查，因为如果检查不到那个假弹，就很危险。现在你的书48 48 48也有不同口令，一个就是 The line is clear。好了，刚才那个放了枪到枪袋以后，那个靶枪负责人那个 range officer，他如果说 The line is clear，这个时候每个人也可以到那个靶机里面看打了多少分。另外这个口令 Have you read？And do you understand the cause of fire？ 就是开始比赛前，那个 range officer 可能问你，你清不清楚底下怎么打？你如果不清楚，你就说不清楚；你不出声，他就算你清楚了。Cease fire， 直接就停火。听到这个口令，不管你就要是打用什么枪打什么靶，马上要停火，因为有些时候可能是危险。Hold the line， 这个就是要停在哪里，不要动。Hands on head。好了，这个什么时候发生？就是
好像参加离开齐达了，还没有开齐达的时候，那个靶墙负责人看到有个靶子放得不太好，他就说 hold the line， 就是哦，你不要打，我们还要准备其他东西。这个时候他可能有另外一个火力，因为离上家一枪上了打呢，弟姐里讲了，他说 hands on hand， 就是放了个两个手放在头顶，他就怕他怕离，然后手放到身旁边很容易拿起枪就造成那个危险，那么你就要放手在头顶。另外这个火力 stand easy， 就是可以手举在那个身旁，就是站起来容易一点。这个火力 cock lock and holster， 主要讲就是站了个枪弹上了膛以后，就是上了膛 ，lock 就是上了个安全剂，然后放到枪袋里面。这个 clock and lock 就是上膛跟上了个安全剂，是我们保持一个习惯，就是如果不打的时候，那个安全剂是马上上起来。holster 就是放到那个枪袋里面。reloading on the line。上膛的时候，那个枪嘴要朝着那个靶墙那个下方，这是最安全，着火也打不到人那个地方，才可以上膛。好了，上了膛以后，这里有 checking the self loader。很多时候上了膛以后，你想知道那个膛是不是真的上了膛，你可以将那个挖膛往后拉一点点距离。刚刚看到那个桶，那个演戏就是上了膛了，往后拉一点点。这上学的时候，我一步一步来教。这个讲 checking the magazine， 好，就是上膛。如果离那个弹夹不够，你就从枪袋拿枪出来，放个弹夹，然后上了一发上膛，剩下离了弹夹就少了一发了。这时候也没问题，上拿枪，上了安全机，放在那个枪袋里面，然后拿那个刚刚推出来的弹夹，再上一发补一发 ，fill the magazine， 然后再从枪袋拿那个枪出来，再放那个弹夹进里面。接着讲就是，如果要检查枪的时候，一定要小心那个手指。不要放到那个扳机往那个前面，因为很容易挖掉就扣到扳机了。另外就是那个手指不可以太近那个枪嘴，这个很危险。也就是那个扳机那个手指，这个远远不可以放到那个扳机碗里面，随了你要打枪的时候，不打枪的时候那个手指是放在旁边，他在每个地方也可以看痛那个扳机那个碗，如果他看不动，你拿手机放在旁边，他可以说你手机放在扳机里面。好，这里 muzzle direction， 枪嘴那个方向，枪嘴那个方向永远是朝着那个靶墙可以开枪的地方才可以朝着那里。shooting line 是射击线，你要在那射击线里面走，还可以在射击线里面才可以开枪，跳过那个线就不可以开枪。movement on the range 主要讲就是走的时候，因为现在不打那个靶机了，那个安全剂要上起来，枪要朝着安全方向，手机离开扳机。Eyes and ears protection， 那个屋脊跟那屋檐那个很重要，在那个靶墙里面一定要戴，不管你是前面还是后面，因为那个弹打到那些射头了，它会破掉，有了跳弹可能打到你。Firing magazine speed loader， 打完了枪以后，你可以马上放那个弹在那个弹夹里面。
放到弹夹，鸡蛋到弹夹里面，那个弹夹要放到那个弹夹那个对子里面，不可以放到枪里面。这个 dry firing on the active line， 这是那个打空枪，这个也要有那个口令的时候你才可以打，没有口令的时候不要随便拿个枪出来打空枪。好，这个 C stance， 那个就是拿枪那个方法 ，the isosceles stance， 这个等边三角。也就是那个腿那个宽度跟那个肩差不多，那个手是一样的，然后身朝前面弯一点点，因为那个枪有了后坐力，如果你夹紧力就掉了，稍稍前面那个比较自然一点。还有另一个名称就是 Weaver stanceWaver W-A-V-E-R 就是发明这个打枪方法那个人用，现在我们不太用这个方法了，这个就是一个手酷的一个手截的，现在很少用，我们也不再讲这个。好，这个拿枪方法现在有一点点窍门了，就是两个手拿枪，如果你这个手用力比较大，那个扳机手机就不太灵了。什么就比较灵一点，就是只要手用的小一点，那个这个扳机手就灵一点。如果你有两个手，就是这个长手，就是拿枪的手，就用那个30%那个力，这另外那个手用那个60-70%那个力，那么那个也可以把那个枪比较稳定。而且离那个扳机手也很灵，可以慢慢打。另外那个枪拿起来的时候，那个枪中间刚刚在你的手然后虎口中间跟你的手是成一个直线，你的力就传到你的心里面，如果你拐歪就那个结喉这里就很累。在那个左面看起来是这个样子，刚才那个手拿起来的时候，那个拇指是很靠近那个安全剂，另外那个手就压起来填补中间刚才那个空档，所以你看到那个拇指也往前，也很重要，就是手指不可以碰到那个瓦膛，碰到瓦膛瓦膛走得不好，那个枪就想不到弹。好，现在讲从那个枪台拿枪带枪对拿枪出来，拿枪的时候拿枪出来，枪慢慢朝上走的时候，那个 supporting hand 就是那个右手就也慢慢关起来，这个就不要太快了，如果你太快就在那个枪局前面。好了，那个枪拿上来的时候，在这里两个手关起来，拿起枪再往上那个提枪瞄准，那是一个极限，只要把击就可以扣扳机了。扳机的控制trigger control， 他说扣扳机的时候，如果这个是扳机扣的时候，不是用这里也不是用这里，就是最好用这个中间来扣，这个力也比较好，那个摆动也比较小。好，这里 malfunction 有什么故障。好，很多故障就是那个弹有问题。他说，开始打枪的时候，要检查全部的弹药，看看是不是有什么脏啊，那些弄得干净一点。如果
有可能的话，就是拆开了枪管，将每一个弹一个一个放到枪管里面，看看那个枪膛配不配。如果有一些跑不到那个枪膛，就是打起来的时候有机会开弹了，你就不用那个弹。另外那个半自动枪啊，你还要检查那个瓦膛啊，那个装针啊，有什么问题了？那个退弹夹了，还有你自己那个弹夹了，还是全部那是为动那些地方也要看。看完了以后，如果他比较跑得不太好，你要放了枪油在里面。好，开弹，开弹通常有三个开弹那个情况。第一个 ，failure to fit， 就是没有弹上气。然后枪膛通常就是那个弹夹放得不好。另外 ，stove pipe jam， 那个烟囱开弹。最后就是 double fit， 就是两个弹一块上，然后正弹进出来上。好，怎么办？好，第一个开弹，就是那个弹夹可能放得不好。通常怎么发生？就是第一发砰打得上，第二发在扣扳机的时候就打不上，因为刚才那个扳机闪得不稳定。你砰第一发打完了以后，那个弹夹往下退了一点点，所以再闪就闪不到弹了。你要注意，就是怕那个弹夹上气，用力一点，怕等它锁起来，然后再拉那个瓦膛来闪打。这就是第一个那个开弹。第二个那个故障就是 stove pipe， 就是好像那个烟囱一样，那坦克就卡起来，